亚文、李嘉航主演的电视剧《合伙人》即将播出。从三位的动态上来看，他们不仅在戏里感情好，在戏外也是互相打闹、互相调侃，兄弟情深呐。这不，今天郑元畅偶然经过朱亚文海报下，于是比了个 V 字的手势，然后故意把手势放到了朱亚文画像的鼻孔下，还配文说：“素不素想我想到呼吸困难。”还发微博 at 了朱亚文，哈哈，真是太可爱了。求此刻朱亚文的心理阴影面积，哈哈，小编只想说，小宗，请放开那个朱亚文，让我来。网友们的神回复也相当精彩，三零零朱亚文，令人窒息的操作吸睛美少年，哈哈哈，朱亚文看了，想打人，这个美女真有才，是有点无法呼吸。这是 ABB 的世界，是我们想你想到呼吸困难。好吧，爱豆小宗，亚文拿着40米长的大刀在朝你赶来，还有网友也正好在现场拍到了这一幕，也有正好错过这一幕的网友，但是回复相当的暖心，郑元畅的小七七，白白回去好好休息，虽然没见到你，但我在你身后陪你走过这条路了，你们三加油。